看到这个套路没有？看到这个套路没有？我已经看懂这个游戏的套路了。首先，它就像 CSGO 一样抽枪，完了之后你还要有这个枪的挂件，哎，然后这个喷漆，要喷出来嘲讽人的，哎，然后还有这个头像，头像又是一波。我已经看懂了，这个套路我已经看懂了。哎，这个骗不到我的，反正我不用。哎，这妹子好好看，这妹子好好看。哎，这个好帅啊，这个妹子。这个好看，哎，要是这个妹子头发是白的就好了，这个太那什么了，我还是喜欢这只，这只可爱，这只可爱，我喜欢这只。不是这个怎么消？赶紧复活，好了，复活了。哎，不行，怎么又死了？要从这边走。不是，妈！哎呀，爸！不是，我没切枪！哎呀，我没切枪！搞他！哎呀，我没切枪！把他们都杀光！我相信你。哎，听见了，在右边！搞他！你这个枪不行啊，我的小兄弟，你这个枪怎么乱扫的？哎，小兄弟，你这个枪不行。哦，对，我正好试一下。F 不行啊，按 F 不行啊，兄弟们。哎，可以了，要一边按 F 一边按那个空格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送人头战士，我还是上去了，我觉得我要死。Headshot， 还差三个，看看他是不是。死了，差两个。Last player standing。哎，怎么又上不去了？这人可能要搞我。One enemy remaining。哇 ！Oh my fucking god！ Thank you, bro。Switching sides。队友跟我说了一个 nice， 天啊，我的妈！